国际音标48，元音20，辅28。国际音标有48个，其中元音20个，辅音28个。今天我们来学习元音部分。长元音 ，a、o、e、i、u。短元音 ，a、o、e、i、u、a、a。双元音 ，i、oi、a、ear、u、air、ow、o。国际音标中爆破音有六个。分别是 p、b、t、d、k、g。上面三个是清辅音，下面三个是浊辅音，清浊成对。当 p、t、k 出现在 s 的后面时 ，p、t、k 要发成与之相对应的浊音。例如 spring、stand、sky。而不读 spring, stand, sky。 字母 C, K, CK 组合在单词中都可以发 k。 怎么区分呢？在单词的开头用字母 C, 例如 cat， 结尾用字母 K, 例如 park， 短元音后用 CK, 例如 back。